吴先生，这是您托子哥带到牢里给我的那半坛酒，我没舍得把它喝完。 这碗酒，我替四哥敬您老人家，我敬您一碗，为您饯行。听说皇上元旦日要。 金封十三爷铁帽子亲王，哈！其实亡不亡的，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。不过，这个铁帽子却难得呀，吴先生。 吴先生，我们对不起您呐！哎，十三爷这话错了，我是怀着为天下苍生的心愿来辅佐四爷的。如今心愿得偿，夫复何憾呢？十三爷，你我相识15年了，你。 天真率性，行侠仗义，我很佩服你的为人呢。临别之时，有句肺腑之言呢，这个铁帽子王，这你要拼死辞掉，才能保你一世平安。你至今尚未看通事情，常言道。 与平常人交往。
共享乐意，共患难难。与天子交，共患难易，共享乐难啊。吴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不信四哥会做出攻进鸟藏的事来。明日我的话就能验证啊。府里专一替四爷办秘密差事的人，恐怕就要啊。十三爷，你不用担心，只要你收敛锋芒，皇上是不会怎么样你的。吴先生，你也要多多的保重啊。不用为我操心，哎，我有自全之道啊。吴先生，快有五十了吧？秋月。吴先生，这是我和四嫂商量让他来照顾你的。这个来，如月。吴先生，你叫如月。嗯，这是十三爷给我起的名字。如月，事后吴先生上车吧。是。吴先生，你往后可别这么喝酒了。看来我这后半辈子又得让人管着喽。爷，快上车。四爷，天快黑了，又这么冷，娘子关前头五六十里路连个驿站也没有，请爷示下，要不今个晚上我们连夜赶路。你们是四哥派来押我回京的，该怎么做还用得着我示下吗？十四爷，这话奴才们可担当不起啊。皇上们叫奴才们一路上好生伺候着十四爷，回京奔先帝的丧，十四爷是奴才们的主子，奴才当然要听十四爷的示下了。那好，驾。哎，我用不着你们护送，你们先走吧。哎，十四爷，驾驾。十四爷，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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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十四爷，慢着，慢着。哎，你们几个人赶快把后殿打扫干净，给十四爷安歇，其他人把栏杆拆了，生火取暖。是。快点。哎哎，这有人啊。还不赶快抬出去。这。他身上还有热气儿，还没死呢，也抬出去。这放下。把他放在火边，放到十四爷火边上去。这汤熬好以后喂他一碗。这你们都出去。你们也下去吧。是。涂立深。十四爷，今天这地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我有几句话要问你，你当着先帝爷的在天之灵发誓要如实回答我。只要是奴才知道的。当然知道。我来问你，先帝爷的遗诏究竟是把大位传给谁的？自然是传给当今皇上。当今皇上为什么第一道圣旨先传给川陕总督年羹尧，命令川陕两省戒严？他怕什么？这是奴才知道，先帝爷驾崩，事出仓促，恐生变故，因此朝廷下令天下兵马一律戒严，就连北京九城都被封了。名正言顺，他怕什么变故？我再来问你，新任陕西布政司领尉就是先前四阁府里的小奴才，专供应我大军粮草的，为什么把按月供应改成按日供应？奴才不在西北前线，这事儿怎么会知道呢？不知道。你们装好了这个连环套，去骗三岁的小孩去吧。你领着二十个大内侍卫跟着我，后三十里尾随着年羹尧的三千绿云军监视，这你也不知道吗？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这么安排？八哥、九哥、十哥，你们在京城里做什么吃的？你们这些酒囊饭袋、饭桶！快走！快走！别动！别动！干什么？把灯收了！都给我滚出去！热汤呢？热汤呢？啊，来了来了。熬好了没有？来了来了。你也出去吧。这。
死了吗？你是人还是鬼？我不是鬼，不过人和鬼比起来还是人可怕些。你家谁死了？是你爹还是你妈？俺爹。同命相连，我的爹也刚刚去世。来，你的身子弱，躺这儿别动啊。你是俺的救命恩人，俺给你磕头了。哎，罢了罢了罢了，叫你躺着别动，没得叫人心烦。您救了俺的命，俺现在一时没办法报答您，俺这一辈子给您烧香磕头就是了。站住！看不出来你还有些脾气。离这儿60里才有人烟，你一个人走得出去吗？俺在这儿不是叫您心烦吗？你很对我的脾气，既然我救了你，就一定救到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热笑在身，为什么你一个人躺在这荒庙里呢？俺叫乔一弟，俺是山西代县人。去年俺们家乡遭了旱灾，官府又加派了官银，俺家穷，实在叫不起。俺跟俺爹、俺娘，还有俺弟弟，就一起逃了出来。半路上，俺爹染疾病死了。为了葬俺爹，俺娘把俺卖给了人家做婢女。可是，买我的那个人是个人贩子，他一转手，把俺卖到窑子做妓女。俺好不容易跑了出来，半路上又遇到了大雪，俺又饿又冻，就躺在这儿。去年山西遭了灾，可康熙皇上已下了明诏，免去山西全年的钱粮，怎么还会有官府加收赋税的事儿？俺说的是实话，您不信也没办法。俺还听说是山西藩库亏空了很多库银，当官的急了，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。这位爷，你是当官的吧？你猜得不错，我大小也算是个官吧，遇上我是你的缘分。你是先跟我去北京呢，还是先去访你娘你弟呢？您是好人，俺一看就知道。可是好人，俺还是想寻俺娘去。这世上恐怕已经没有多少好人了。也好，今天晚上你再吃点东西，早点睡，明天一早咱们各回各的家。来人，十四爷，给这姑娘找间空房子，烧上火，让她早点歇息。哪儿来的姑娘？
十四爷，请上路吧。请。恩人。小女乔引娣，叩谢救命恩人。罢了罢了，这么说咱们就要分手了。我这儿有几个金瓜子儿，你拿着路上用吧。恩人，可不可以告诉我您的姓名，让俺跟娘和俺弟在家给您立个牌位，给您烧高香。不知道也罢，省得惦记。姑娘，这荒山野岭的你好自为之吧，告辞了。荒山野岭的，一个小女子不是被冻死，就是被狼叼了去。这样吧，把她带上。就叫。有圣旨，着十四辈子印题接旨。皇上有旨，十四辈子印题下马跪接。皇上？哪个皇上？奉圣祖大行皇帝遗诏，刻成我大清国大统的当今皇上。十四辈子，你若还自称是先帝的皇子，爱新觉罗的子孙，立刻下马接旨。着十四辈子引题，今晚在潞河斩送，明日进京叩拜先帝灵位，钦此。我千里奔丧，到了城外却不让我进去叩拜先帝灵位，这是什么旨意？十四爷，皇上念您一路奔波，叫您在潞河驿江西一晚，明日好进京叩拜先帝灵位，这原是一片好意嘛。这是什么好意？父亲死了却不许儿子去奔丧，普天下哪有这个道理。这是谁竟敢如此放肆？独立臣在，给我拿下。这谁敢？你懂什么？再多嘴我用鞭子抽你。上马随我进京。哼，驾。哎，十四爷。皇上，青海的罗布藏丹增与准噶尔的阿拉布坦已经秘密地会见三次了。他辞去朝廷封的亲王不要，自立可汗，这其实已经是反了。西北用兵在所难免呢。可这打仗打的其实是钱粮啊，
战场在后方，可是咱们的国库呢，仅存银700多万两，这够什么使的啊？钱哪，都让那些赃官给借空了。上一次皇上交办追查亏空、查抄19名京官财产的事，臣已经知会顺天府和步军统领衙门，防着他们转移财产。等大清皇帝丧事一过，臣即照办。这都是些贪赃枉法的国贼，不必心慈手软，只防着他们自杀，不怕他倾家荡产。恒臣，你草诏，将亏空钱粮的官员就地革职追缴，不得留任。这到。你让皇上有旨。皇上，四哥吧，登基大典还没办，他就敢称皇上了。各省的国库亏空必须限期追回，但不能从百姓身上盘剥。我看这件事啊，就从山西做起。皇上，奴才保举一人定能胜任。谁呀？糯民。糯民？哦，是不是曾在镶白旗下任过户部主事那个糯民呢？皇上好记性。这糯民在户部的时候因为顶撞了八爷，因此被冷落了多年，但是就是这个糯民机敏练大，实在是个理财的能手。好，只要是人才，朕就不惜破格录用他。哎，我看这个山西巡抚啊，就让糯米去。皇上，奴才无用，办砸了差事。十四爷他，他怎么了？马中堂传旨叫他在陆河驿站歇下，他不愿意奉旨，眼下他已直闯兵宫去了。走。哎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皇阿玛，皇阿玛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皇阿玛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走的时候，您不是说要等着我回来的？皇阿玛，皇阿玛，你怎么在里头了？大将军王儿子回来了，花妈呀花妈，你说你妈呀，花妈，行了，大将军，行了，快起来，郎君老师，您火上浇油好不好？列位皇太妃，十四弟这苦法不成啊。皇阿玛，回来看您来了。老十三，老十四乱了章法，你看该怎么办呢？难为他能有这片孝心。八哥，那么就依了他吧。我看等会儿还是先去见见皇上。八哥，你去劝劝老十四。不孝的十四儿回来看您来了。把棺材打开，把棺材打开呀！十四弟，列位皇太妃，十四弟这个哭法既伤了身子，又坏了礼法，
太妃们都是长辈，求你们出面劝劝他。德姐姐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今儿这事儿您做主吧。怎么哭要伤身子的儿啊？身体不凡，受之父母。现在皇阿玛不在了，我还要这身子干什么呀？你也是娘我身上掉下的肉啊！你替你阿玛想，替我想，你都不能这样啊！你是谁？凭什么管我？孩子，你哭昏了头吗？我是你的恶娘啊！你穿的是皇妃的服饰，你不是太后，你不是太后，国家有制度，你管不了大将军王。皇阿玛，皇阿玛呀，皇阿玛呀，皇阿玛呀，四哥呢？雍正皇帝呢？哪儿？为什么不来接我？是四弟，是四弟，是老十四回来了吗？四哥，雍正皇帝，你就是雍正皇帝？你疯了！来人，叫他过去，跪下，参拜皇上。张五哥，你快过去，让他给皇上行礼，跪下。十四爷，您应该向皇上行礼。若有人闹事，是否一提擒他？皇上，祖宗的家法，我也担不起这个理儿，快起来，起来！皇阿玛，
已经撒手离开儿子们去了，儿子就只有您一个亲娘了。在皇阿玛病天那一天，儿子就会上书房拟定了您皇太后的封号，只是想等十四弟回来再宣告天下。现在十四弟回来了，从今日今时起，您就是我大清国的圣母皇太后了。这国家大事，这可如何使得呀？您要是不答应，儿子就跪死在这里。母从子贵，千古通例，这是朝廷早已拟定了的。皇上以孝治天下，隔天体悟，一片至诚，请皇太后不必在此，安坐受礼。诸皇子大臣，诸后宫嫔妃，即刻向皇太后行大礼。名分已定，请皇太后安坐受礼。臣等参见圣母皇太后。起来吧，今日我们只论兄弟，不论君臣。圣祖仁皇帝把大位传给我，你们当中有人没有想到，这不奇怪，因为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。很多人都认为当皇帝是件乐事，可是据我看，这是天下第一号的苦事啊。你们中有谁愿意做这个皇帝，今日当众说出来，我让位给他。朕的这些干戈肺腑之言，就是说啥也有人不信，但朕的心天知道。皇上，皇上不达负心，坦诚相见，臣弟已感激无地。皇上但有传令，臣弟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三哥，请起。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三哥，这话朕不敢当。朕也没有使令指使兄弟们要肝脑涂地，朕只是想，朕比不了皇考他老人家，要靠兄弟们来帮衬。于朕所不能的，
颖娥，你哪儿不受用吗？皇上苦口婆心的，若是听不进去，那还是个人吗？臣弟实在是憋不住了，小轿子不自在，求皇上恩准，臣弟要出宫。谢皇上。师爷，净房在那边，您请慢走。慢走，慢走得了吗？让我熬一裤裆啊！这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边。还有要方便的吗？这些日子，三哥和弟弟们也都劳乏了，朕一头守灵，一头办差。也累得七死八活。好吧，朕有些要紧的事说完了，大家也就可以歇了啊。八弟，臣弟在。在咱们兄弟中间你是有才的，朕的意思让你出任总理王大臣，和尚书房几个大臣一起处理军国大事，怎么样？望你不要推辞。八弟，你不会推辞吧？为了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，臣弟义不容辞。好，好。